仁心医院的新生儿加护病房躺了几个早产以及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医生，我儿怎么样？我老婆怎么样？没事吧？啊？顾问医生刘松仁如何带领三个实习医生全力拯救这些危在旦夕的小生命？生命本身是一个历程，无论好还是坏，都由我们自己去亲身经历和去学习。敬请锁定《天地孩儿》。